好，我们今天在高雄梦时代真的是人山人海，我们看我们上面234楼爆出都是我们的粉丝，请所有人来抬头看一下，跟上面的朋友打打招呼吧，左边右边都有，上面的楼梯间满满都是人啊。前面有点太挤了，前面台子的朋友很容易会撞到。有准备号码牌的朋友，请你赶快把你号码牌拿出来。来，一号在哪里？号码牌先拿出来。上台的时候，请你把相机跟手机先收起来，我们上台就专心跟演员的握手，还有跟他们聊个天。那有什么小礼物的话也可以当场送给他，没有问题的哦。好，上台的时候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东西想要送给我们的演员，但是你要握手起码要空出一只右手，千万不要两只手都拿着东西你就没有手可以跟他们握手啦。脚步，这边楼梯还蛮多的，请大家小心一点。那这个广场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幸福广场让大家感觉非常的幸福，因为这边虽然很炎热，但是我们都可以非常阴凉的看着我们的演员做活动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开放所有有原声带的朋友上来接受我们钟舒淇的签名，那你也可以跟我们的演员握手。那也希望你们在上台之前先把原声带准备好，外面的塑胶的封套先借把它撕开，那我们只签外面那张纸的封套，里面的歌词本并没有签名。那因为我们新还珠的粉丝大家非常的支持新还珠哥哥，在这边跟大家宣布，我们新还珠的原声带在